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收纳盒玩具。这就是我们小猪佩奇的收纳盒。这是小猪佩奇，他手里抱着一个布娃娃。我们先打开收纳盒，有一个吹风筒，洗完头可以用它来吹干头发。一个夹头发的夹子，给佩奇夹上试试。挺好看哦。还有一把梳子，可以用来帮佩奇整理头发。还有一支唇膏，我们帮佩奇涂一下。唇膏也放进收纳盒，还有一顶皇冠给佩奇戴上。哇，佩奇小公主你好！一条宝石项链给佩奇戴脖子上。戴着项链跟皇冠的佩奇好美呀，这还有一根魔法棒，给佩奇变魔法用的，变小仙女。我们把魔法棒还有皇冠跟项链都放进收纳盒。东西都放完了，把收纳盒合上。佩奇真棒啊，把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小乐姐姐奖励你一根奶油雪糕。再装点食物进收纳盒。雪糕、面包、橙子，还有草莓。装完啦，佩奇可以带回家去吃了，哈哈，好多东西啊。